門頭部肥鴨齋，好啦，黃旗舉高，準備。好啦，起步嘅時候咧出得好齊啊，咪比較快少少，裏邊推騎兩步咧，見到電道合金出嚟先喎。中間位置開邊冚出嚟，見到快咧，見到係揾到成道啊，搶前啲啊，同埋品寶石輝煌喺第三位嘅。咁第四位嗰啲馬再見到大魔王啦，開邊拍住就填滿嚟噶，裏邊攬攝住裏邊落欄先，見到嗰只風飛騰啦，後邊嗰幾隻馬咧，見到係咧填滿，等到尾四位置拍住輝煌星啦，尾位置係健兒快留住跑一段嘅包細尾，暫時乾掛咁樣噶。好啦，啱啱轉呢個千二米運動場彎單騎放咧，電道合金帶嚟一個馬喺度嘅啫，守住開邊第二位咧，兩隻馬傍住噶。中間位置寶石輝煌啦，開邊擒住嚟先啊！亦都見到嗰只馬咁啊，揾到成道嚟噶。再嚟過嚟馬威風飛，但喺中間位置留翻住先。裏邊內檔咧就係大魔王，出邊一對馬嘅填滿拍住咧就係嗰只健兒快開始走啦呢度啊！尾位置輝煌星好似有少少食緊沙喎，包細尾暫時冇一點變過嘅，咁啊就係嗰只乾掛嚟噶。好啦，啱啱過咗呢800米段處，步速就唔係好快啫，扯放車流電台咁帶嚟過嚟馬威咧，首遇第二位就揾到成道，第三位就開邊我檔上翻少少，見到係咧亦都係寶石輝煌嚟噶。第四位就開邊就係全程就係健兒快拍住中間咧。就係嗰只風飛騰啊，裏邊攞攝住先，留翻直路打衝鋒就大魔王啦，喺曬尾咗三隻馬啦，騰騰地喎，見到嗰只馬就寶石輝煌騰填滿嚟噶，尾位只輝煌星包曬尾咧，咁啊就係嗰只仲有嗰只馬就係乾掛嚟嘅，兜到嚟最後直路仲有300米路程啊，仲係尖尖揾到成道，開邊咧騎上嚟咧，好快嘅咧就係嗰只馬咧就寶石輝煌打我當健兒快，中間打裏邊上得就咁啊，風飛騰衝落去唔係咁多，兜到嚟最後200米啊，開邊一衝過曬咧就健兒快拍住兜就揾到成道啊，上翻少風飛騰都追唔到啦，追撞我時候啊！健兒快睇就可以贏呢場賽事，健兒快直過終點跑咧，一跑咧咪就揾到勝到第三名風飛騰啊，第四名影響上大魔王同埋裏邊咧近就乾掛，仲喺開邊咧就填滿都近啲㗎。